Y1020C 自动磨切压痕机，可对单张纸和纸板进行加工，适用于纸盒、纸箱、纸质商标等磨切压痕和冷压凹凸。磨切方式为平压平，其版面设计独特，最大梳纸尺寸达到1020毫米×720毫米，满足了不同客户群的特殊要求，是包装装潢工业中理想的印后设备。该机牙牌传动链条，主传动轴承，给收纸电机、PLC、变频器及各种电器开关等均采用进口名牌产品，性能精良，精度准确，使用寿命长，整机获得了欧盟 C1 安全认证。MY1020C 自动磨切压痕机主要由自动给纸、磨切、收纸和电器四大部分构成。给纸部主副给纸装置，实现了不停机连续给纸，给纸头独特设计，保证了不同厚度、不同纸质纸张的连续给纸，采用可掀起式梳纸框架，操作方便。双张控制器有效控制双张，减少浪费。设有四个前挡规，并安装四个接近开关，用于检测纸张的到位情况，避免出现废品。外置式前挡规旋钮便于调整前挡规前后位置，左右侧规有推拉两种功能，其转换方便快捷。侧规的位置压力可调，以适宜不同尺寸、不同厚度的纸张的测定位。给纸机侧面设有挡规位置调节手轮，便于确定纸规的位置。墙板内的上下限位开关，确保纸堆在最高和最低位置自动停止。给纸纸堆实现了自动提升，方便操作。梳纸台上设有纸张到位调节手轮，用于微调给纸时间，使其与磨切部位的时间相匹配。磨切部采用大磨数涡轮，涡杆传动及220度大动程铰间歇机构，使机器在高速下也能保证机械运转稳定、低噪音、长寿命。磨切板框在机器上能够精确地定位，并很容易地锁紧、松开、翻转，从而实现自由换板、调板及快速卡紧装置，适用于不同尺寸磨切板的便捷安装。钢板采用高硬度、高弹性材质，平面度好，经久耐用，其定位装置有效保证在机器上的准确定位，实现了纸张前侧两个方向的再次定位，使其位置更准确，磨切精度更高。收纸部实现了全自动收纸，收纸栅板保证了不停机连续等收纸，当纸堆达到一定高度后，将收纸栅板插入纸堆，由其完成收纸。侧起纸、后起纸装置确保收纸整齐，收纸毛刷和收纸栅板装置避免纸张抖动和散板。各装置位置可调，以适用于不同版面的加工。电器控制系统采用 PLC 可编程序控制器、人机界面等先进控制装置，人机界面实时监控机器的运转状态，并对可编程序控制器的输入、输出点及各种故障进行动态监控。此外，可供选择的中英文两种语种，使排除故障及其操作非常方便。利用旋转编码器与可编程序控制器共同组成电子凸轮，在人机界面上动态显示机器运动角度，检修机器变得非常简单。编码器信号用于速度检测，使转速更准确。主电器柜在给纸机传动面墙板上，节省空间，开关加锁，门开断电，安全可靠。
主电机采用变频器控制，无极调速，运行平稳，节省电能。主传动采用单片气动离合制动器，运转安全可靠。给指、磨切、收指等部位安装多个光电开关，保证全过程的安全顺利进行。多层指示灯显示机器的不同工作状态，配合报警装置提醒他人注意安全。多处操作按钮板，如给指部位、传动面、操作面以及收指部分，实现了不同部位对机器的控制操作。